13日晚间，电影 Puzzle 举行 VIP 试映会，前 Teen Top 成员李秉宪、 BAP 的文忠业、 B2B 的李明赫、朴恩斌、吴贤庆、宋在熙和池素妍等众星均来捧场。宋在熙和池素妍是出了名的恩爱夫妇，常常一起出席各种各样的公益活动，因此成为了韩国演艺圈的模范夫妻。久未露面的吴贤庆也来为电影加油打气，简约的造型被显端庄大气。吴贤庆在韩国娱乐圈是出了名的好皮肤，今天也不例外，白嫩皮肤羡煞旁人，完全看不出已接近50岁。通过韩剧《青春时代》让大家熟知的朴恩斌，今天也意气现身试映会，展露特有的可爱微笑，亲和力满分。今天的焦点还属李明赫，李明赫一身简约时尚便装出席，但依然掩盖不住与生俱来的明星气质。李明赫应记者们的要求大摆 pose， 亲和力十足。欧巴不愧是记者大哥们的宠儿啊，到哪里都是暖暖的，